好啦，翻翻嚟啦。咁嗱，而家其实日本咧已经即系摩拳擦掌噶啦。其实佢哋咧已经准备咧会同中国干一仗。嗱，呢个有啲人话你冇根据嘅，但唔系系有根据嘅。点解有根据呢？即系日本佢哋嘅官员同埋分析师，佢哋已经即系基本上咧已经系同意咗一样嘢啦。即系而家。自民黨佢哋嗰班人係同意咗一樣嘢噶啦，係要同即係中國有可能會打一鑊嘅。嗱，咁當然日本方面佢哋就認為佢哋就喺即係東亞咧就是、一哥嚟嘅，或者喺亞洲地區佢應該做一哥。日本係因為有一段時間都係嘛，經濟實力咧就僅次於美國嘅。咁即系喺东亚嘅事务上边咧，日本咧系应该有更加多嘅话语权啊！即系日本佢哋嗰个思维系咁嘅。咁而家即系日本方面佢哋就当然系，如果台海出事啊，即系台海发生武统啦吓嘅情况咧，其实日本仔咧系一定会即系参与嘅，即系佢哋系预咗嘅呢一样嘢。嗱，即系日本点解？即係佢咁中意搞呢啲咧，其實日本喺二戰之後咧，佢哋嗰啲軍國主義者咧就冇得到任何懲罰嘅，即係嚴格嚟講係冇懲罰到。你冇錯，有幾個人係要死刑啊，即係東條英機啊嗰啲係要死啊嗰啲。咁但係日本嘅軍國主義者咧就好 Q 多嘅，即係如果你有去呢個靖國神社嗰個博物館咧，你就會知道咧。即系佢哋咧，亦都系即系呢个靖国神社咧，就是、一直培养紧咧下一代，甚至之后几代嘅军国主义者嘅。嗱，呢个系日本从来都有嘅问题嚟。佢哋日本内部有冇啲人想解决呢个问题？有噶，佢哋有人想处理，但系解决唔到嘅。啊，咁 Terry Chan 又话日本会抗军，我呢度会讲，其实日本咧预咗喺2027年嘅时候咧。他们的军费会增加一倍，不是讲笑啊，是真的。同埋现在日本呢，他在西南边呢其实有些岛的，即这些就在冲绳、啊、那些地方，当然是其实周边还有些其他有些小岛，他们呢就已经有计划呢，就会将很多反舰导弹防空系统呢都放在那些岛那里。仲有佢而家日本人咧就喺度嗱，即系中国喺度下饺子啦，即系好多即系海军嘅船只就掉咗落海啦。咁日本仔都唔弱，日本仔而家佢已经搞一样嘢咧，就系、是、会搞一个潜艇舰队。嗱，呢啲系确认咗噶啦，即系有啲人话你乜 Q 都唔识，乱差咁讲。其实我讲呢啲嘢好多时咧已经有资料喺眼前讲噶，有数据有资料，所以你唔信我冇办法吓。Patrick Wong 亦都多谢你嘅支持先啊。咁啊 ，Patrick Wong 就话日本可以出动高达同中国打，咁嗱呢个我就唔知道得唔得吓，即系佢有冇高达我唔知道，但系我肯定一样嘢，佢就系会有反舰导弹防空系统，佢就会摆喺即系冲绳周边嘅地方啊，同埋因为佢哋有啲细岛嗰啲嘅，其实即系个细岛咧就当然会变咗军事基地嘅，其实一定系。咁日本咧，而家同美国亦都倾紧要买呢个战斧巡航导弹，同埋咧就系、是、买其他军火咧，系对潜在嘅战争风险咧，就系、是、装备好啊，反击中国。佢哋讲到明嘅系反击啊。咁但系有边个国家咧系可以帮到即系、就是、日本仔抗军嘅咧？就系、是、金将军。嗱，即系金将军佢近排系成日射嘢，啊，即系呢个其实系好麻烦嘅。嗱，而家日本佢哋抗军嗰个逻辑咧，其实就系基于朝鲜乱参射，因为朝鲜咧佢仲射咗一粒嗰个弹道导弹咧，就飞过咗日本嘅上空，啊，同埋咧令到日本喺北海道同埋喺本州一部分人咧就要即系匿喺防空洞嘅。咁嗱，日本嘅官员咧，其实已经承认咗一样嘢噶啦，朝鲜啊金将军
每一次搞嘢，佢哋都有理据去买啲新武器，而呢啲新武器其实咧唔系针对朝鲜嘅，买啲新武器系可以针对中国嘅。嗱，我即系讲句真话咋。啊、即有些人说喂不是、啊、你经常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啊，我们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人家现在很多都不肯跟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嘛，问题在这里嘛，即我们经常都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该是做这件事应该是对的，但是这个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件事是、啊、Pilotase 说战斧导弹已经不算是自卫武器，其实这个自卫队是有名无实的，其实即根本都不是自卫队，根本就是军队嚟嘅。其实即系啲人讲话哦，而家佢系自卫嘅啫，冇 Q 用嘅。喂，唔系啊，你睇下佢啲军备几坚抽先得噶。嗱，咁当然即系而家美国同日本嘅合作咧，就更加深入嘅，啊，即系好深入，啊，深入交流啊。仲有就系、是、喺、日本嘅美军基地咧，其实而家佢哋应该系会。即是有更多的美军会住在那里，也都有更多的武器会住在那里。那当然在冲绳那里其实长期都有人反对美军基地的，但是没用，反对无效的，其实就、啊、即因为他们已经是安排好了，还有、啊、即是说真的，西方的软实力它强在哪里呢？一般西方媒體很少報導咧，即係喺沖繩嗰度反對呢、這個美軍嘅即係駐軍基地嘅消息嘅。即係你如果睇下美國嗰啲報紙就好少嘅。你話 BBC 會唔會報？啊，十單佢嗰啲示威咧，十單佢報一單咯。嗱，點解你會知道有十單先報一單嘅？呢個有數字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其實咧係零星嘅示威係成日都有嘅。他们现在就在哪里发布的信息呢？就在推特。那你会看到就在推特发布了一些信息，他没有其他媒体报的，其实是这样。好了。那 Cam Sing Low 就说马斯克出了声支持美国共和党，我想下两任呢总统都是他做。那我 不知道、马斯克有没有这样的力量。我不敢说，有很多人是信马斯克的。但是即是我的睇法就是他控制不到现在我的睇法，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他控制不到这个中期选举的那些，虽然他控制了推特。啊那明初就说美日韩亚太联合军演不是一样刺激邻国神经，即是金将军这些即是对等行动呢，各人只能够用个人喜恶去评论，没有对错之分。但日本仔咧就系利用咗金将军佢呢啲动作，吓佢系利用咗呢一啲动作去攞更多嘅武器，买更多嘅武器。嗱，其实如果你话阿癫佬侵做翻总统，咁会唔会即系对中国嘅压力减少啲咧？嗱，我嘅睇法咧就系，如果呢一届拜登做完咧，阿侵做嘅话咧。你不知道阿侵会点噶，因为佢癫佬侵嚟噶嘛。即系你，如果你觉得佢可能会搞日本先嘅，咁我就觉得唔一定。其实阿侵佢做嘅嘢咧，就为拜登铺咗路嘅。其实阿侵佢讲咗话佢想做嘅嘢咧，佢系做唔到嘅。其实全部咧系拜登帮佢实现。譬如喺北约嗰度，要嗰啲北约成员国家军费，其实阿侵佢讲咗上啲北约成员国做。结果是拜登做得成，阿癫佬侵是做不成。好了，他亦都要求即是有些嘢要搬翻去美国，即系譬如嗰啲半导体嗰啲产业嗰啲产能要搬翻去美国，呢啲其实阿侵嗰时代已经讲噶啦。结果阿侵又是做不到的，实际上又是拜登做得到，连台积电都要呕嚿钱咧，就喺美国起间厂。唔系净系台积电啊，其实连三叔都要。嗱，个现实就系癫佬侵，佢讲咗好多嘢，阿拜登做 Q 晒。啊，即系而家个现实就系咁。日本仔佢有冇即系将一啲关键嘅零部件厂搬咗去美国？
而家傾緊，其實即係佢哋已經係要妥協噶啦，即係有啲嘢其實係啊，即係因為咧，其實拜登呢條咁嘅友咧，佢啊整咗個嗱，即係你話佢唔關事，我係唔信嘅呢一樣嘢，即係佩洛西咁樣去台灣地區訪問，咁咪將嗰個戰爭風險大量提升咯。咁啊，將個戰爭風險一提升嘅時候，咁其實所有地方咧都係要妥協嘅，即係日本啊，而家佢哋都要有啲嘢都要搬去美國噶啦，其實就咁、好啦。咁啊，香港藝文就話馬斯克冇軍工關係，好難打入美國政治中心啦。其實佢係有嘅嗱，佢如果有技術做到射火箭上太空，佢就有軍工技術。嗱，呢個我講個真話俾大家聽，即係點解有啲地方而家即係佢會好嚴厲控制呢啲即係私人搞火箭嘅，有啲地方唔會，就係因為你將一個火箭系統變成一支導彈咧，其實係好容易嘅事嚟嘅。你做得出一支火箭上太空咧，你就做得出洲際導彈嘅。呢個就係嗰個現實嚟嘅。嗱，啲技術係一樣嘅，即係嗰個核心技術係一樣嘅。嗱，咁好啦，亦都多謝翻阿 Jolie 你嘅支持啦。嚇，咁嗱，而家即係岸田文雄啦，其實之前有人話佢係夾派嘅，喺即係美國嘅角度就覺得岸田文雄係夾派，但係。嗱，而家嗰個情況係最大鑊嘅咧，就係岸田文雄咧，其實就好忠實咁執行佢前任所諗出嚟嘅政策，即係安倍晋三諗出嚟嘅所有政策。但係岸田文雄咧，呢個人咧，佢有一個優點嘅，佢表面上睇嚟夾派咧，佢實際上做所有嘢咧冇乜阻力。即係而家日本見到嘅情況就係咁。即係佢推呢啲擴軍嗰啲政策啊，或者要令到嗰個日本嘅軍費開支變成 GDP 嘅2%啊。嗱，而家岸田去做呢啲嘢咧，喺日本係冇人反對嘅。個現實就係你話係咪完全冇咁？我係話唔係，但係喺個國會嗰度其實已經係冇乜反對聲音噶啦。其實就係、是。佢系可以，即系呢啲系慢慢向前推。咁美国咧就觉得咧，日本佢增加军费开支咧系好消息嚟嘅，即系而家华盛顿方面啊，因为之前都讲过噶啦嘛，即系阿侵其实就系要日本仔增加嗰个军费开支，日本仔最初都唔肯嘅，但系而家肯咯，所以就系话拜登嗰咧就系做 Q 晒阿侵，佢话佢想做。咁 S 六就话三星咧又有韩国总统撑，但系蔡同学咧就保护台积电。嗱，你要记得咧，就算阿张忠谋咧都系美籍嘅台湾人嚟嘅。其实嗱都要讲嘅，台湾地区嘅精英阶层咧，嗱我都唔怕讲啦，90%都系美籍嘅，即系我嘅理解系，即系佢哋。是可以即刻去美國的，有綠卡的，即就算不是美籍都是有綠卡的，他的精英階層是，即尤其是做晶片的人，我認識得幾個都是這樣的，他們的 PhD 都是在美國讀的，即有美國身份的，那回到台灣做事的，即如果台灣有事，那些即有博士學位的人很多都是可以走回去美國的，其實就算不是走去美國，都有些人是可以走去英國的。咁好啦，嗱，咁肥咪妈亦都多谢你嘅支持啊，啊，即系啊，咁而家嗰个现实嘅情况，对中国系好唔理想啊，即系其实周围发生紧嘅事咧，对国家嚟讲系唔理想啊，所以点解有时我觉得有啲人咧，佢喺度挑动一啲即系好无谓嘅嘢，我系好嬲嘅，因为而家其实国家面对紧局面咧，其实系好困难嘅。点解成日讲百年未有嘅大变局？因为呢个系好难搞嘅大变局嚟嘅。同埋嗱，而家日本佢哋嗱，仲有一个情况嘅，即系日本咧，佢哋都惊美国系癫佬侵造翻，
嗱，而家日本人即系嗱，呢个系我睇到一啲信息啊，即系日本人咧，佢哋就研究紧一个B 计划啊。B 计划咧就系如果癫佬侵上翻场咧，佢哋会点样做？其实就咁，如果癫佬侵上场，佢哋有计划做噶啦吓。咁当然啦，即系而家美国方面佢哋成日讲一样嘢嘅，就系揾阿拜登出嚟讲。就話拜就是、對台灣嗰個承諾，其實次次都係揾拜登出嚟講嘅。講完之後咧，就揾個白宮嗰啲官出嚟講，又話冇啊，冇改變政策嚇。咁、啊、其實每一次呢個拜登講呢啲嘢咧，其實即係東京咧都係唔妥嘅。即係而家睇到啲信息就係咁講嚇，即係好似佩洛西咁樣。即係佩洛西去搞台灣地區嘅日本仔係唔中意咁樣樣嘅，因為日本仔咧，佢哋而家想做嘅嘢咧就係唔好有咩挑釁，但係可以有一個震攝力啊。咁嗱，即係美國嗰個情況咧就係咁嘅。美國而家佢哋做嘅嘢係好昂居，即係之前佩洛西嗰啲，佢其實就係你諗下佩洛西去台灣地區，佢。是不是真的震慑到中国呢？震慑不到的，其实只是一个挑衅、啊就是日本人呢有些东西看得通透的，这个是、啊、讲到这里呢、就是、大家知道现在是很麻烦、啊、Terry Chan 说坚如磐石，其实坚如磐石这个是狗噏的、就是、我是不信美国人说的任何东西的，但你说会不会插手，他一定会借机插手，但 是其实事实上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如果真的打仗的话，台湾是不是都烂晒了，这个就是现实。即 我自己就觉得有些人看东西就很简单，就觉得、台湾一定没事。但是现在那个环境那个风险是不断提升的，事实上在台湾地区的风险是不断提升。所以即有很多东西我只能够讲到这里就算了。啊休息一阵啊，回来我们讲其他话题，休息一阵先。